要唔过原本啊，我知影这江独贤啊，甲你收养的时阵啊，我就感觉，唉，伊一定无法度甲你教好势啊。嘿，想袂到啊，伊竟然会当培养出这尔优秀的人才啊！哈哈哈！会当诶。 想要到你也熟悉江总裁用白啊？请问你是安怎熟悉伊的？我是捌听阮爸讲过，讲伊这个人有淡薄仔甲普通人无共款。哎呀，伊毋是只叔叔啊，甲普通人无共款啊！伊根本是一个路行歪的风水师啊。后来突然变甲真有钱，我毋知影是毋是甲这邪事有关系啊？ 真的啊，你唔是讲要出外来山顶，听等下找龙妹嘛？啊，是啊，那雄雄叫人电话叫我出来等嘞。先生，刚才无关系啦，是另外一件真重要代志。我甲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隔壁村头人郑新坡铁嫂。铁嫂，哎，捌听过，对。 我邓金龙，啊，金生，啊，哦，久仰你的大名啦吼，啊，就是讲这件代志，一定爱出面吼，来甲我斗相共。啊，即摆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就是伫个阮庄仔头啦吼，有真侪乡民来甲我斗，啊，讲吼有一个啊，即个诶风水师啦吼，哦，足歹心的啦，啊，破坏人道的风水，啊，尾后伊则讲吼说，诶。 家好心，我甲你斗相共吼，甲你诶转运啦吼，解运安尼，啊，结果咧，敢若收吼真济钱啦，这根本就变神啊嘛！哪呢？迄黑心诶风水师认为好趁，即摆已经走来镇上，你即边来作乱啦。嗯，我查过啊，确实有几个人因厝内祖母去用大师家姓肉，加刀一挂凶煞物，安尼是会造成城门诶乱头。 变成害人的风水，那是向遐尔可恶。就是甲阮厝家同乡姓名，兰珠北江江家即卖团人江道成。江家，这江家确实是啊有名的风水世家，也毋过伊子孙哪会变甲遐尔恶心呢？即马根据我查着来推算，江道成。 真有可能被破坏别人的风水，来去家己的大运。参照这间叶天道的代志，绝对袂当予伊完成。两位拢是地方上有名望的人，所以我需要你甲我斗相共。一句话，无问题，咱即马就来找伊。来来，一个坐骑。 姓邱，是你？是安怎无行进度，偏偏去小店？我是咧修炼道法，你有啥物小念咧？哎，你看，这赵少人辛苦，搁差点啊！这根本就是韭菜人的法术啊！我甲你讲哦，我袂容忍你哦，安尼危害地方哦。阿国有啊，你啊，竟然破坏了上界风水啊！我骗人的钱，我一定要甲你抓断。 小心，不是嘞！小心，不是嘞！我冇赔，冇赔，冇赔，冇赔！啊！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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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你急动了，哎，是安怎？你爱干呢？你甲看卖无？来来。这是安怎？哎呀，哦。这哎，这是安怎？啊？喂，江总是，人人无义啊啦！哎，你来讲。给，别当，别当去耽误。江道雄虽然但只是阵伊个下属，也唔过伊个主大。伫咧家己所在，咱来挂过去，破坏伊的布局，那无对好伊欺人伤己真唔好。来，去，走，来。我就想起来了，我绝对袂放你耍啊！这是少人引到改名庄文的社夫江德贤，你个人想要利用破坏别人来起家己的大位，一定要破坏你的电话。沈亮，啊，怎么样处理啊？我把这七十平卖掉，你把这草人，还佮香炉内底一丛龙香，给你烧掉。哦，来人请。啊，是讲这江道成，那才是浓毒啊！做人之道，嘛算是带天命，一定要敬天敬神。风水会当救人，嘛会当害人。也不过，不管是什么理由，绝对袂当起歹心、动歪脑筋，利用风水去伤害别人。那是有违背，一定要受到天谴。上严重，就是五弊三缺。江道成。你来真想袂开啦！哎，先生，咱即摆吼是毋是爱将这赌团甲破坏？啊，若无这江道成回来啊，伊阁为非作歹啊！这一定爱的啊！来，我这我来叫，你若阁敢回来作歹，我就报警啊！就你啊！真乃一阵乌烟哦！这一定是恐怖、不祥的邪物。今日安尼，神呢？今日给处理掉啊！什么物件？你这奇怪啊！不妙！先生，不妙！安怎不妙？我若是无用着，这本
应该是伫阮风水师内面流传一句的禁忌之术，是讲照你讲，伫百年前就前辈高人解封印啦。我嘛是对阮主家传落来古店内面才得有关消息。啊，是讲江头生，哪有这本事啊？这我嘛唔知，要唔过一定要甲处理掉，要若无绝对会危害到世人。先生，你赶紧啊，给他处理掉啊！先生，这那小梅花啊，对啊，那安尼真邪门哦。放起来，只好把这门禁术重新封起来。是帝王上的头人，可是吉神之家，辛苦的带着正气，才有办法帮助我重新来封印。是讲安尼就真正拍袂开吗？你试看麦。哦，真的嘞，神的就是神的啊。我写足好奇呢，啊，是安怎？你安怎才会当拍开？既然是咱三个人的血印该封掉的，当然就需要咱三个人配备。像这款妖魔鬼怪的物件，永远啊都莫搁佮拍开啊！先生，这款代志我来办，你哦就好好佮处理啊。对了，先生，这是交流啊。既然两位信任过我，我一定该处理好势。讲遐尼厉害哦！哦，洪水跟欧刚的移山倒海，替人转运哦。遐尼厉害阴阳法术，你若不转工去哦，变做生意搁还有趣味呢。孙宇的代志，伊在很先讲。今仔日哦，嘛是因为啊，拄到中人啊，我才讲的。那无就以前的代志，啥物好讲的啦？也唔过啊，迄、那个邪术吼，真正叫妖秀的。我希望啊，以后啊，莫阁出现啊啦。